所以我今天就可以教大家一些比较舒服伸展的瑜伽的动作。哦，来，你可以先把手这样子，脚要并拢，脚并拢。你们在等高铁是吧？脚先，脚先，手可以先反握，可是，在反握的时候，记得那个你的身体不要。 这样出去，或者是就是你的手是贴着你的耳朵这样往上握上去的，然后脚就把它勾在你另外一只脚上，往前看，你要哪一只先都可以拍照，对啊，他们可爱的，然后你就往下蹲，然后就 hold着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支撑力量的那只大腿就很酸，你那好像在酸肉，然后可以的话，你就是从大概20秒、30秒再往上一直进阶到你没办法 hold 住为止，哇，对，然后。 休息，大腿，然后要换另外一边，你就是一样反握，然后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很挺哎，嗯，你是看哪边很挺？他手很厚，没有，他的背是整个这样子，哦，嗯，他这个曲线很，而且他的表情好轻松，很轻松，一下的白，一毛很干净，谁一下的黑啊？我建议大家就是这样来回来回大概10到15下累了就休息，然后看你可以做3组或4组。 因人而异，那中间也不能休息太久，对不对？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，那很短暂，都是这样，就是让你喘口气，喝个水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进阶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来，我们先一只脚抬起来，打开，还要打开，对，然后往斜后方，漂亮，蹲起来，踢来一次，手往前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 另一个平衡感，就可以啊，另一个训练自己的平衡感。可是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当然可以 hold 着，对， hold 着它，哦，然后换脚，换脚。那为什么不直接就往后？对，为什么要抬起来打开？因为你脚这样拉开也是会拉到大腿的肌肉，对，它多了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哦，这边会酸啊。对，多了一个伸展的动作。你看啊，我现在教你们玩一个，来，脚抬起来。 我现在把他脚的位置啊，跟他的肩是一样的宽的，但是我把我的身体力量是放在他的腿上面，我把我身体给他，我的重量给他，这感觉好嗨，那我把手放后面，OK，好，他下，你往下压，对，然后他再把我提起来，我的重量给他压下，这好像不赖哎，不赖，好起来，你这样胸部，哎，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女生有办法做你这个脚可以，你就不要压到自己痛或受伤，对，我是说我只是给他一个平衡而已，所以他你看他坐的同时，好，他在下去的同时，他的股四头肌在用力了。 他臀部连后臀部的这边的肌肉肌群都在用力了，你压到底耶！而且是奖励就可以啾咪啾咪这样，觉得这个他啾不到啦，这啾怎么啾不到啊？那么远，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来，甜甜来，那你躺我上面，你躺我在上面，我为什么躺你上面？他想要你在练你下面的脚啦，你起来，我想要坐那个妹子在上面，你要练下半身。 你为什么今天这么给你做？你不要整天有幻想好不好？你不要那个哦，你不要故意，你不要故意让我放下去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要让我早点生，我就死给你看哦。我觉得你有危险，哎，你叫他，我觉得你会找死。我也觉得，哎，我觉得你不要弄他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哎，我觉得可以当输的人来叫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吗？你确定哦？确定了，你把我要金轮，我要稀有一款，我这样不会嘞，他会撑不住了。好嘞，好，然后你下去，好下去。 我知道，你脏东西，我知道，你脏东西，可以，我可以，你快轻一点吧。我们以柔做的多好，哦，很好，真的很好，有啊，肌力是非常强的，很棒，他是非常非常强，嗯，好吧，这些动作都蛮不错，那今天都 OK 吗？好，今天也学到新的好玩的，好玩的，进阶版啊，进阶版啊。不过另外饮食方面还能怎么样辅助？如果不小心吃错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有没有错误的案例呢？一般啊，很多人他在练肌肉的时候，他都只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多补充蛋白质。他们都觉得多补充蛋白质就等于会长肌肉。可是像雨柔讲的，有时候你的其实是肥肉包裹肌肉，所以要想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消脂肪先。那同时消脂肪，除了刚才我们潘老师有讲的有氧运动之外，那消脂肪相关的饮食，包括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们认为说，比如说如果钙质充分，然后维他命 D 充分的，事实上你的身体相对比较不会累积脂肪。所以你可能补充一些钙质，多晒一些太阳。第二部分是有研究显示哦，很奇妙的，你喜欢吃那些垃圾食物，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油脂的人啊，他的身体的发
炎反应比较明显，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也会倾向于累积脂肪，所以你要避开你的垃圾食物，然后并且再吃一些那个有钙质的东西，然后比如说晒一些太阳之外，像运动之后，有些人会觉得说很酸，有没有？他们就发现说，如果你是很容易乳酸堆积的人啊，你运动后其实你可以补充一些像有维他命 C 的东西，事实上可以帮助你让那个乳酸堆积的情况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。因为有些人说练一天就酸的要死，我就不要再练了，类似就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多一些代谢顺畅一点，所以这是可以做，不要只一直补充蛋白质，那是不对的。对，好，来，今天非常谢谢三位，还有我，还有你啊。你也有示范吗？我当然有啊，搞不好甜甜的很想示范。哎，众所期待，大家没有转台，就是为了留到看我这一趴。没有，他是示范了。没有没有，他示范。有的人他就是。就是传说有没有会被鬼附身？有这个动作，鬼怎么样进不来？哎呦，我这种事结合到一些怎么样都进不来。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农历七月本身人想要像鬼才进不来啊。我说真的，不是不是，他不会这样子找的。就是有时候人家以前不是传说说，如果你垫脚尖，鬼就会从后面这样子直接进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这样子垫脚尖，你又没有什么运动，这是我跟你讲，只要脚尖反过来就是有运动，而且可以让鬼怎样都进不来。哎呦，反过来就这样。你这种哦，用脚跟就是拉，对，没有这样子，你看这个样子鬼要进去也很难啊。这个样子有哪个鬼敢进去？你表情也好一点吗？柔软一点吗？是吧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平常就这样走路，然后你要用力哦，你要 hold 住 ，hold 住来这样逛街买菜。哎呦，这个已经划水啊！哎呦，三菜狗杂吧？有没有？你是这样子就是，是真的，这样会拉，而且你的背会酸。你是不是觉得很滑稽？我跟你讲，但不是，这是真的。假如我跟你要吃椅子啊，不要吧。不是，我要说服你们大家，像我们去大卖场的时候，逛街走路也是可以运动，你就这样子推车，而且都不会被跺的咖，有没有？因为很多这样抱着，那车子赶紧搞鬼，你的脚就说回来，然后咖都告没掉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第二招，第二招有点就对那个 Kimmy 老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算是来踢馆。